啱啱就收到呢、這個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全心全速全球 S 包裹，咁呢一個咧喺內地寄嚟，乜仲有毒可以燒咩？呢度印住已消毒。買的時候已經是說他這個貨物的所在地在內地，香港的買家呢就是免運費。第一樣就是這個銀幣，不是第一個、這個芭蕾舞銀幣，這個是第二個，是因為橫店買開東西就順便買了這個幣。是不是真的呢、這個、不過它是百分百 positive 的 feedback。 好，这个是有一系列啦，这个是银制的，有 palladium， 有金，有白金，还有银币。这个就是列支登士坦，这个叫做邮票小国。那这个国家呢其实就是一条街的，它的面积只是好像只有一座山。那它的女王呢是会落街买餸，有时会焗蛋糕给啲国民吃的。这个银仔上面呢就是它这座山，就是它的标志，也都是应该是它的国土的全部。咁佢後邊睇下有冇啲 information。 咦？哇！下一下 silver， 咁應該係 silver 啦。不過係係咪 German 咧？咁跟住個 finest 係999啦 ，fan 係喎。咁跟住係一個 gram， 其實重量已經冇意義啊。個意義喺，因為我好中意呢個郵票小國。有一次為了去這個郵票小國呢，就是參加一個歐洲的團的。
一起做手術啦。三張畫呢，這個是第一幅，這個沒有證書，這個有一個盒子，第二幅，第三幅，我看回個 listing， 它都是沒有寫有證書的。咁呢一個係2005年嘅 Newey， 都係啲名畫系列喎。佢追溯到原來2005年，咁佢背後咧就係咁嘅啫，就兩蚊面值。咁我諗呢個係成十八年前，咁我諗可能曾經有證書有盒咧，都已經唔喺人世間。呢幅畫嘅名叫做 Afternoon of Sunday。呢一幅是 The Kiss， 呢一幅都是2005年的 Newey， 呢幅應該是人都識啦，是 The Kiss。如果呢幅畫是名畫都不知咧，真係好大有限。跟住呢幅咧係 The Cleaners， 咁我都堅唔識喎。Newey 都是 Newey 2005年出的，都是2蚊。呢三幅畫其實賣得幾平嘅喎。咁係600多蚊。咁呢一個咧，呢個芭蕾舞咧係買咗200多-300蚊。跟住呢個咧就一個 gram 嘅銀幣咁精緻咧，你得一個 gram 咁精緻咧，佢連個價錢都好精緻，係160多蚊啫。希望你中意呢個 eBay 開箱嘅 video， 請你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多謝。